大会报告，中午已经在校园爬山驰援的同学，请到北小操场集合，请现在立刻过去集合。下一个节目，我们来听五彩缤纷，请准备。我们幼稚园表演可还没结束，还有更精彩的在后面。大家仔细看看，他们小小年纪却表现出超龄的技术跟练习的节奏。